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现在有一点呢哈 ，P 负一二哈这一点哈，然后他说到这个圆呐，这个圆就是这个圆，它的最短距离为何了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哈，那这个的话呢，我们哈就把它给连起来，假设在这里了，那如果它在外面的话，最短距离就是这一段，它也有可能在里面，那到底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哈？那我们看看哈，我把它带进去的话，这是负四嘛，哦，负一负四的平方，啊加多少呢？加这个三的平方嘛，这个是大于四啊，也就在外面。那在外面的话哈，那最短距离就这一段，啊这个半径多少？半径是二，那这距离多少？这个我们叫大 D 哈，根号这个减这个是四嘛，四的平方加多少？这个减这负三的平方，就是三的平方，这是五了，这是五嘛，这是二，所以这是三，最短距离是三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C。